主料：罗汉果一个，枇杷叶20片。辅料：蜂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摘好叶片，洗干净罗汉果，用小牙刷将叶片后的小毛给处理掉。新鲜叶片上很多小细毛，一定要仔细处理掉。将处理好的叶片切小放过锅中，将罗汉果搞碎了，加水适量煎煮，共煎3次，每次煎半小时，包好后放冷即可饮用。如较喜欢甜一些，可以放点蜂蜜，还可以放入冰箱冷藏一会，更加冰爽。烹饪技巧与平时煲凉茶一样，用料简单实用，不妨一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